昨晚在阿根廷巴西里奥科技学院百年院庆晚会上，旅阿华人歌唱家朝姚健声情并茂的演唱赢得了现场阿根廷观众的热烈掌声。通过华人歌唱家朝姚健的歌声，加深了阿根廷观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领略了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以及旅阿华人歌唱家的风采。听了中国歌唱家的演唱，我感到很激动。虽然我不知道他演唱的歌词内容，但他美妙的歌声深深感染了我。他的演唱真是太美了。晚会上，朝姚健先后演唱了中国歌曲《望月》《茉莉花》《我爱你中国》等歌曲，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给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年是阿根廷巴西里奥科技学院成立100周年，为此学院举办了本次演唱会。学院除邀请旅阿华人歌唱家朝姚健以外，还有多名阿根廷歌唱家受邀参加演出。一台多元文化的艺术演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今天有很多的阿根廷人来参加我的这个演唱会，在这里虽然说听不懂我唱的什么，但是从音乐当中他们感受到这个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这个美好的向往，也谢谢大家给我支持，给我力量。阿根廷华人王柳军现场报道。